76周年我们除了陆续有针对春夏秋冬在宜兰市的主题办摄影比赛之外，也希望能够办一个系列活动，把这个以前宜兰市变迁整个生活形态的一个记录可以寻找出来。所以我们第一个这个系列活动的主题就是找回宜兰市的老照片。我们希望民众可以提供这个25年以上的老照片给我们市公所这边来做整理。如果我们可以从宜兰市整体的变迁过程来了解找回我们的历史我们认为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在记录宜兰市上面的文献其实说真的还是不多。如果可以透过照片的整理一个系列清楚的这个做一个详细的记载那整体在宜兰市不管是说这个市政的发展，或者是在以前历史的一个回味上面都有很大的一个注意。所以这个在民间的资源很多我们希望可以结合公部门的力量，大家共同来找回以前的记忆，让我们的记忆可以延续来传承至现在新一代的我们年轻朋友的这个身上，让他们了解对于以前的形态跟现在这个数位时代相互间的一个比较。